的金矿。你没有正受到攻击。为艾尔而死，我们挡不住了。我们是艾尔军舰。我们挡不住了。基地正受到攻击，已经耗尽。撤退回阴影之中。卡萨，给他。撤退回阴影之中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要我们是？你没有足够的金。卡萨，为艾尔而生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卡萨，德腾普拉里。你必须把它放置在能量浴场。为艾尔而生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你需要更多。你没有足够。卡萨，为艾尔而生。你需要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卡萨，德腾普拉里。卡萨，德腾普拉里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我去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金矿场。我来。你必须把它放置在能量浴场内。为艾尔而生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卡萨，德腾普拉。为了我们海鹰已经完成了。你把它放置在能量浴场里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为艾尔而生。撤退回阴影之中。研发完成。你没有足够。为艾尔，我们挡不住了。我们。剧情太差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回来啊，我们挡不住了。我们
足够的金矿。哇！会很钝吗？我看不到官方的。对啊，刚才我太晚生产电了，那电变毒爆的时候，我就应该赶快，哦，生毒爆了啊，说错了，生闪电了。好，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游弋钢铁人的粉丝网页。那请大家哦，在旁边有个赞这边啊，点个赞，来跟随哦，来关心我们选手目前好的状况。那么大家知道，我们星海目前还蛮凄惨的哦，但是选手依然是努力不懈的在练习，就是他们只能练习了，除了练习还是练习啊。啊，已经没什么话可以说了，因为目前的战绩，我们的确是需要大家的支持。赶快，这是我们粉丝业的粉丝专业。如果你还没有点赞的朋友，请点赞哦，请点赞，来跟随我，帮我们的选手来加油。时间好像不太够啊。7:40应该就是等一下瑞慈他要打比赛，好像1 game 了，他要加油了。大家如果认识我们游弋钢铁人的话，现在就是倒数了，游戏倒数了。通常这时候我们都为自己假气打气呀、啊，好，好，美酷号。他说有点怕三不朽，三不朽第一个就发现他有没有三不朽啊？三不朽流程我也不太知道啊。试试看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等一下，这场打完就要马上约德斯了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
射击正受到攻击。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我们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更多水晶塔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研发完成。